哎呀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？大的怎么开中了？哎呀，这符文不行。我要是电刑的话，这样玩他一定死。没有灵光披风。我的我的，这不就咱们就是用的征服者的打法啊，征服者符文打的电刑的打法。没有机会了，只有傻瓜才会为女儿献身。圣女，你没事吧？圣女。没粉，没粉，刀上倒没差多少，就送了这个头，现在数值应该拼不过。把线控过来，他也没交闪，我也没交闪，像我们属于是，应该是没拿不对面没什么办法，就等六级以后就行。打杰斯什么符文都行，接到最后都是要等到六级以后发力。前六级的时候可以用灵光披风，等下加速接二段，接完二段其实也会被他锤走，就 A 一下。W 走位接二段 A 一刀扣，15.8兄弟们。 OK， 队友一定上路已经放弃了，我这边这一波打完也差不多。也两个闪，无处可藏。石女说15点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还有希望。我从不这也就四个人多的差距。那不至于吧？他们活不长。好了，要不算了，他了，你再来一波，再要再反蹲一下，我就没了。对啊。又是一具阴沟的尸体。我们没有正常打杰斯，就是要电刑，灵光逼风去接二段或者追人。我现在没六级，很容易被拉扯。阿玉啊，都别这么玩啊，各位，这样玩就是一会儿会出大事啊，会把这个局势真的搞得挽回不了。把伯恩发挥到极致，哎，的爆破咱们就 A 个爆破，先不着急，去下路再捡两个人头，这把游戏有了。去中路吃一波兵，兄弟，
好，送塔呗，EZ，想送就送，反杀我 ，OK， 你这么早都放弃了，这边起码有一大半都放弃了，我只能说，正常这一波应该有人去守这个兵的，啊，两波半的线，三个渡城，没有机会了。 就没了呗，这东西要他干啥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蜘蛛敢来我就敢死啊！现在劣势非常大，富贵险中求。 现在我们必须要拿命去换对面的大人头，或者说拿命去拆塔、偷经济。劣势就不要害怕了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稳住心态，什么局都能翻。 W 刮他，这样砍塔，然后送塔，把兵全吃了。 10分钟，亵渎多兰，长剑鞋子，谁能想到这是劣势啊？摁吃3层渡城，狂杀3个人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护理方法啊。哎，但我们这边心态得稳一点啊。这边这没2分钟全心态崩了，没看懂。 这波的话，直接进草里去把它秒。无处可藏。算了，没必要。我从不妥协。哎呀，没有灵光披风。 哎呦，这手摇摆，这好像断了我们好多节奏啊，哥！冲出去抓下，我老是忘了这个点，我操！
跟闪 W。 一级那个也是，一级主播想的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你其实仔细一看，你是可以看得出来。我前面第一次用 W 挂了一层被动，我想要追过去用点燃加速，用平 A 续上被动，然后再用后续的一段二段直接接上流血，这样他不死，他也得交个神。 但这把我以为是打鳄鱼，所以我带了这个跟鳄鱼肉搏的一个符文，这得反思一下啊！这符文被摇摆了，一定要调整打法，兄弟们，不要按照平时咱们这个打真英雄该如何处理。 懂得及时调整也是我们刺客必要的东西啊。虽然咱们现在打回来很多，但我觉得可能我们调整的快一点，局面会更好啊。加油！相信的把"加油"二字打在公屏上，这把还是能赢的。 我觉得有八成把握吧，八成把握带这把队友赢。这里你们其实可以发现，对面蜘蛛没做什么事呢，我们这边全是自己送的。蜘蛛他两个参团，一个是在13分钟的这里，这里刚刚抓了个人，对吧？就在前面。另一个就是刚刚四级中路这里反蹲了一下，咱们闪现追杰斯，然后蜘蛛闪现救人，蜘蛛都没干嘛。 蜘蛛都没干嘛，下路上路中路全自己崩了。我们全线这里都把这玩崩了，这应该是。但赢面挺大的，对面不是很稳。我现在去先锋那里可以找到一个蜘蛛，应该。还敢来反野？ 翻过来 ，A 亵渎 ，W R Q， 接个二段，A 一刀，这个塔可以不用守，不用硬守，这兵可以给他，鳄鱼应该是去中。 OK， 鳄鱼去中了。去的 F6 吗？啊，去的红棒。我蜘蛛是开局越了使女什么？那他这一整把都没怎么做呗，没怎么做事。 问题也不大啊，有机会慢慢打，包有的呀。干嘛鳄鱼 ？W A 一下，走位接个二段 ，Q 一下，一个大招隐身 ，A 一刀往后退 ，W 一下，再往前一个 Q 亵渎，二段刮一下，一刀。 一刀 Q 一下 ，A 一刀全补。前面有人，兄弟慢慢追，不要着急。我这边也不要在视野上走过去，这留影，咱们卡视野过去。但小心前面的杰斯，先开扫描看一下。观望。扔 W 挂一下 ，Q A， 点燃一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追，减速他 ，Q A 亵渎死。 W 挂上，完美，扣一下 ，A 一下，这个兵我吃。A 一刀，两刀，已经一半了啊！如果你是开局劣势，你再打回来，我们这边凝聚力会非常强。如果对面是优势，
他突然劣势了，兄弟们，对面心态会大力，他们现在已经在找谁问题了啊，找谁的问题。啊，鳄鱼开局还嘲讽啊，现在应该已经在保护家人了。我们的来之不易的翻盘局势应该是稳定。OK， 我螳螂，螳螂兄弟是老螳螂，他这个排位场次12000胜场，英雄3000多，加上输的应该是6000场左右。不可能不会的呀！你要干嘛？不要让他吃这个塔，看 S A 一刀搬走，二段没刮到，可惜。我打了他一个双招，算了。这咱们是大人头，不用跟他硬拼。这波拿他双刀，下波拿他狗命，拿他鱼命啊！这一波这个出装是不是救了主播一命呢？多了250血量，我操，太关键了！这一波跟他拉扯的有来有回的啊，打没把他杀掉的原因是因为他闪现躲了咱们二段W， 所以咱们出刚才出巨石短臂其实也一样，核心是要技能群众。哈哈，怎么对面15头了 ？Good， 幽默，哦，这也太幽默了。